欢迎今天来到六六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今天是六六第一次连麦，所以我非常期待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第一个宝宝，现在我们来连线下一个宝宝哦。嗨，六六，小声点，我刚哄完孩子睡觉。小声点，那我怎么叫啊？难道我要叫出声来吗？叫啊啊啊啊！聊聊啊，客厅里慢慢聊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上夜班吗？那孩子，我没看什么。宝贝，哦，孩子睡觉呢。哎，这位宝宝你还在吗？你还在吗？怎么断线了？有老婆也可以来看六六直播的嘛，六六随时欢迎你们来看我哦。Hello， 这位宝宝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哦。哇，你们是在排舞吗？对啊，我们在排舞呢。哇，你们跳得真棒，厉害。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最喜欢看你跳舞。谢谢你们喜欢我跳舞，以后在我的直播里面我还会给你们多多跳舞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多支持六六哦。六六姐加油。 Hello， 看得到我吗？你好六六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外面走路呢，挂着 4G 看你直播，我真爱粉吧。你好黑金子，为什么你不让大家看一下你呢？我长得不好看，怕其他观众看着我难受。嗯，怎么会呢？那我们来玩猜拳吧，如果谁赢了就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不光会回答你问题，我还可以给你刷火箭哦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，果然是我的真爱粉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我赢了。哇，好棒。那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呢？六六，你是住在这儿吗？六六，我正好在附近，不放心，过来看一下你。聪哥，有人知道我家地址？有些粉丝很狂热的。你说 ，CC 和 YY 不会真的被杀了吧？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害怕。今晚太害怕了，分不清对你的感情。今晚我睡客厅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公司。你家食材有限，
我已经尽力了。哎呦喂，两个人一起来的呀。有问题哦。哎，亮亮，你昨天连麦我看了，特别好，表现也好，终于一起飞了。是不是你突然停了呢？超管停的吗？不是啦，我只是突然有点不舒服。哎，聪聪老师，听说建总和 K 姐下周要去台湾选什么主播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公司现在缺人手，是招人的时候。那个金生没有再来烦你吧？他应该不敢再来了吧？哎，我听我的一些主播朋友们说哈，金生这个人特别变态，就喜欢搞那些 SM 小房间之类的事情。小房间是什么呀？小房间啊，就是专供那些有钱的大老板看的 VIP 直播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只能拉几个人，钱不走平台的。那 CC 和 YY 也开过小房间吗？别再问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看你包掉了，给你买了个新的。谢谢你啊，聪哥。刚才一直有人在跟着我。现在太晚了，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。很多粉丝很疯狂的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嗯。哎，别打别打别打，别别，哎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，别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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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总，哎，你打我干嘛？金总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嘿嘿，六六，你看你上次走太着急，包给浪了。谢谢金总，金总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金总，你闹得小，包给我，我记好了，你先回去啊。我跟六六再说两句。你赶紧回家锁了。哎，你催我干什么？哎，金，哎，我说松松，你怎么老跟我作对？你讲我很难办的。你很难办？这你还很难办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就是建总身边的一条狗。只要我今生想得到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金总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看我心情。金总，金生那个变态昨天尾随到我家了。是我告诉他地址的，他是去给你送包了。你怎么能？金生他目的不是这样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？你当主播多久了？你不会真的单纯的以为那些观众就是想跟你做朋友才给你花钱的吧？啊？他们是想，你是傻呀，还是装纯呢？只是想简单一点。简单点？对嘛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要不要赚钱呢？这样，要么你就答应金总，要么你就离开公司。别以为公司现在没有人，下个月公司就会有十个日本和韩国的主播进来。金总，我想一下吧。
别以为聪聪会保护你，他已经劝过无数个像你这样的主播走私了。另外，主播圈子小，你去别家公司，别人也不敢要你。聪哥，有些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没想到你能坚持这么久。我以为你像其他女孩一样，直播这个行业新鲜，干几天就不干了。其实这个行业不适合你。无论如何，我想坚持下去，我不想输给猫酱。你告诉建总，我答应做小房间直播。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我知道的。刀的刺向了猫酱，没人想到母女两人解开了心结，却更加坚定了六六不择手段的决心。从此以后，凡是粉丝超过六六的女主播，都会奇怪的失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又到了连麦的时间，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幸运观众。嗨。你那边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啊！你猜猜我在哪儿？你那儿黑黑的，我怎么知道？还有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小声啊？那我提示一点，我在衣柜里。你玩什么呀？你怎么会在衣柜里啊？继续猜呀。嗯，好啊，我猜你在澡堂偷看人家洗澡。接近了。我提示你一点，我在一个白色衣柜里。嗯。好了，快让观众看看你吧。